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萧贤与何守正五年婚姻触礁，婚恋风波后他积极复出，除了录影之外，代言及业配文邀约变多，近日更爆出十天吸金400万。对此传闻，他在脸书作出回应。萧贤因婚变成为焦点，连带增加不少工作机会，但经纪人仅让他录外景节目，目前一周一次，酬劳约1.2万。另外还接下三则广告代言及三篇脸书业配文，预计下个月全面复出。粉丝也在脸书留言鼓励，同时也提到十天进账400万一事，进账400万越努力越幸运，出来走走才能看见希望，遇见贵人。小贤看到后立马开枪表示，有40000就很幸福了，400万没那么容易啦，还附上5个笑脸贴图。小贤翻摄自脸书，小贤右与何守正左五年婚姻触礁，翻摄自脸书，小贤撇十天吸金400万传闻，翻摄自脸书，